鱼菜共生，共构生命的循环链。黄世明老师表示，鱼菜共生基本上是仿生学，即是把鱼和菜放在水的系统培养，共构生命的循环链。鱼菜共生事实上基本上它是一个仿生学，那是一个仿生学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，是说你把一个鱼跟菜同时放在水的系统里面培养的时候，那就会进入一个循环链。因为当你单方面养鱼跟单方面种菜的时候，它之间的共构关系就不会很明显。可是你放在同一个系统里面，水循环是循环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它里面有一个更大的元素族群出来，就是藻类跟细菌微生物的系统。另外有个系统叫做矿物质，矿物质的这种矿物系统就会出现。那通过这四个方向，好，你就会发现说你会在里面，人会在里面。这是最难觉知到的，就是我们真的活在地球上。透过这个系统，鱼菜的一个简单的开始，就带动你必须跟大自然一起和谐共生。黄世明老师表示，鱼菜共生不只是生物的多样性，还是让人类自觉到生存在这个生活圈的循环系统。十方新闻，胡嘉轩、曾千俊，南投采访报道。